相繼落成，將來仲有好多規劃陸續落實。民建聯嘅施德斌希望將軍澳可以變得更好。今次參選區議會，亦都希望團結各方同埋社會各界，發揮女性嘅力量，同大家攜手建設更美好嘅將軍澳。我懇請大家喺12月10日投票支持民建聯嘅施德斌。我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郭佩玲。支持工聯會2号黃遠康，票投工聯會，一票不能少，多謝你。各位將軍澳南嘅多謝好啊！各位嘉賓、各位民眾，大家好。我係立法會議員許世榮。今天是區議會選舉的第2019年我的聯絡候選人一號施德斌來到現場繼續爭取大家的支持施德斌呢是我的團隊我的拍檔亦都曾經擔任我區議員的助理擁有豐富服務地區工作經驗施德斌過程的一層是屬於將軍澳隧道收費在兩年前我參選立法會的時候有幾成人家入到立法會第一次就是取消將軍澳隧道收費但是取消將軍澳隧道的申請的問題一直得到律師副警的候選人我懇請各位將軍澳南的大家給個機會律師進入區議會為我們將軍澳南的街坊去服務我相信董律師用他的法律知識可以幫助到我們的街坊懇請各位出來投票懇請各位將軍澳南的街坊全家總成員支持公聯會亦都沒有後台沒有大台所以非常支持二號，你哋將一票，多謝曬。